提三藐提婆南三藐提婆南毗婆多那南无婆提婆利舍那南无悉陀夜毗毗耶陀那利舍那娑婆奴伽那阿娑阿娑那摩那那南无婆那诃婆夷那摩利陀那耶那摩婆伽摩提卢陀那耶无摩婆提娑悉耶耶那摩婆伽摩提那那耶那耶盘伽摩诃萨摩陀那那摩悉伽利陀耶那摩婆伽摩提婆伽那耶毗毗婆那那伽那毗陀那摩那伽那耶阿毗摩提娑摩娑那毗摩悉利摩他利伽那那摩悉伽利陀耶那摩婆伽摩提陀那伽陀俱那耶那摩婆陀摩俱那耶那摩跋阇那俱那耶那摩婆提俱那耶那摩伽奢俱那耶那摩婆伽摩提毗毗沙娑那悉那婆那诃那那那奢耶婆那伽陀耶那摩婆伽摩提那摩阿毗陀摩耶婆那伽陀耶阿那阿毗三藐三菩陀耶那摩婆伽摩提阿娑毗耶婆那伽陀耶阿那阿毗三藐三菩陀耶那摩婆伽摩提毗沙奢耶毗卢吠陀夷耶婆那婆那奢耶婆那伽陀耶阿摩婆伽摩提三菩提毗多萨耶那那那奢耶婆那伽陀耶阿那阿毗三藐三菩陀耶那摩婆伽摩提奢提耶婆那利多那伽陀耶阿那阿毗三藐三菩陀耶那摩婆伽摩提那那
Thank you.
Amen.
Thank you.
Thank you.
Maha Jaya Maha Jaya Maha Jaya
弘扬佛陀智慧广，护持生命大道场，滋润心灵生命力，成就菩提清净心。各位菩萨，佛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什么叫一心念佛？好好收看生命电视台，不当跳去别台。因为生命台告诉我们的是佛的心、慈悲心，保护所有的生命，智慧的心，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净。所以愿各位多弘扬生命电视大道场，多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阿弥陀佛。话拨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向您问好。